哎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毒药，拿尾巴了，拿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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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
すいません、すいません。あ、すいませ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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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啊啊！躲躲躲躲躲躲躲！哦呦呦呦！现在等一下，他们俩怎么打起来了？争夺地盘吧！他打。那我要打他们吗？打他吗？趁机。那你就打毒妖鸟就好，打毒妖鸟，立志我们来处理。立志我们来打，立志我们来打。哎，阿毒！以前蛮有龙背上有翅膀吗？有哦，那升级就会有了。有，你多久没玩啦？至少有。很久，真的很久没玩了。他怎么不见？他怎么不见了？我的好朋友，来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打。他背着跑怎么办？去追他，追他，追他。那我跟这只不用砍，这只不用砍。真的吗？这只我们处理掉，你去打那只。那我去找他。这只是你之后的老板。他麻了，他麻了，他麻了。我还要沿路收集紫鸡吗？要，因为你要有他的知识。怎么那么多满恶龙？全都是满恶龙。最好是这么多，只有一只满恶龙。他说紫鸡啦，紫鸡啊！天哪！哎，他翻了，打到他头了，打了，断他尾巴，掉喽！我再断他尾巴，断他尾巴！啊！你要走？小周，你看看我的翅膀。哦。哎呦，他尾巴还没断了。啊！哎呦！啊！哎呦！被踩了！被踩了！被踩了！等一下，我的血有在扣吗？扣很少，因为这都下位的东西了。我发现我的血扣的都是中毒。哦，我砍，我起身，好跑了哦，想跑了，想跑了，起身，起身，起身，怎么起身就身上了？哎、欸，我才刚骑上去。对的。哎、欸，动我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杀了，可以杀了。好，杀。哦。嗯。哎呦，没事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晕了！谁去戳他一下？呼呼，哎呦，躲后面，躲后面，借挖一下，借挖一下，すいません。呵呵呵，啊，来，他想跑，死了，我们这次打完了哦。那酱油那边打完了吗？还没吧。哎，你看有没有走回来挖个几下？挖个采个素材吧。酱油有空记得回来采啊，不然六号回六号可以。我被他跑了，他又跑了。好，那你看我可以回来，你看我可以回来。你先回六号挖那个蛮恶龙的。啊，繁星，你有教酱油那个吗？太刀连段吗？有，你觉得他新手听得懂哦？我刚刚一直在用啊，可是我一直练不太出来。让他慢慢学吧，这东西不是一下都就学会的东西。对啊，慢慢来，慢慢学。要看会跟的呢，是。嗯，在哪里啊？这边有尾巴。嗯，挖，我在挖了吗？哎、欸，话说我的蒲虫嘞。我的仆从不见了。你的仆从只有在两个人或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出现。意思是你他妈太边缘了，所以来陪你一下的意思。差不多。啊，这边啊，这边有大的龙啊。大智龙，大智龙，这里。你不要再挖那个。满恶龙，你的身体是我的喽。吃果实，吃果实。哇、哦，叮了。
逆鳞又叮了两个，两个逆鳞太爽了吧？什么意思、啊？两个也太爽了吧？那是稀有物品才会手举起来。哦，真的吗？嗯嗯，那你可以回去找毒药鸟了。我带你去好了，我知道他在哪边。我在涂鸦，我蛮恶龙的粘液，好恶心哦！我的老天鹅，这个也要收集啊？要啊，你要知道他的知识啊。蜂蜜。哎、欸、呦，大胸豺龙哎！大胸豺龙，大胸豺龙。哎、欸，我要回营地，我忘记怎么回营地了。按 M， 然后地图，在非战斗非战斗的时候可以回去。哦，对，抽到吗？有，抽到了。对耶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是你管大的、啊。摸个刀，摸个刀，摸个刀了。没吃到，没让他吃到大的。为什么最近 Manhunt 又回来啊？我在吃烤肉。因为最近要出新的 DLC。对，然后又有小萌新想要回来，想要来玩，所以我们招了，现在回来玩手感。小萌新就是我的啦。啊，不过好像是到明年一月才会出，是不是？明年的事情啊。电脑版是啊。PS4 已经先出了。哦。组合怎么弄啊 ？ESC 组合哦，调和吗？啊，来玩个奴好了，好久没玩奴了。嗯，我说你可以问垃圾啊，对吧？明年一月超久的，我们就先回来玩玩个手感嘛。对啊。特产香菇的群生地。哎、欸，他去哪了？哦，那支线吧，这里这里。哇，这进洞穴啊？没有，还没进洞穴。等一下，我得到了。你现在是九月嘛？到明年一月，差不多刚刚好酱油就熟悉这游戏了。对啊，主线都打完了，差不多啊。Yeah。啊！不要吼我！不要吼我！凶三小，找错，错死了！罐头麻了，他麻了、哦！对，死了！啊！打完了！死了！太快了吧！很长吧？我又没看到，反思我对不起你。不要轰！哎、欸，他在天上，我怎么办呢、啊？他卡在天上。抛下来，抛下来，把射下来啊！我要怎么射？哦，对了，我可以丢东西。对啊，等他们出的时候，手感已经忘光了。不会啦，可以啦，三个四个月，我们偶尔玩一下，偶尔玩一下，手感还会记得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像我很久没回来玩，就是拿双刀一拿起来就知道自己怎么挥了。嗯，已经半年了吧？有半年那么久了，我又累死了。就跟你已经会骑脚踏车了，你就算过再久，你还是会骑脚踏车啊。对啊，像当初。魔术方块，我也是玩得很熟啊。然后后来很久很久很久没玩，一拿到魔术方块，自己手会动哎、欸，好可怕哦、欸！可是我已经忘记魔术方块了哎、欸，我大概顶多就是剩下最上面那一层，那我就不会转了。啊，你是前面两层都 OK， 剩下最上面那一层。对，啊，那你跟我一样，最后一层忘了。我是顶面也 OK， 到最后一圈那一圈没办法了。对，顶面旁边那一圈会忘记怎么。他为什么一直飞上去啊？他要补血啊，吃果实啊。哦，对，我可以扔他下来啦，丑八怪。最后一下一定要砍到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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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走到旁边看戏了啊！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！加油！送那几次可不可以打、啊？可以啊，来，可以吧？可以爬上去打、啊。树上那几只、欸，哎，我说的是那几只小松彩龙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错，哦，他麻了，他麻了，我任务完成，我要走了。了可以耶、欸！我打那只。下来，给我下来啊！歪的，再来，哎呦，下来，卧倒 啊！被咬了，死掉了一只，打小鸟，打小鸟，卧倒，啊、阿瑟，好了，我任务结束了，又晕了，啊，他跛脚了，他跛脚了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，你可以的。
你把他打到快死了，加油！我把他打下来，来不来得及？钓不到他，飞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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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那笑得很奇怪，我只拿石头打小鸟，打小鸟好痛哦！我好喘哦！你现在体力没什么，没有什么体力啊？先休息。刚有吃饭吗？啊有啊，他素材前面的饭都是补比较少啊，他的食材不够啊。这是怎么玩啊？好，我走错路了。他是不是去睡觉、啊？我来送他是好玩的东西好了。说大爆桶狙吗？啊对哦，大爆桶我是没带。他是会吃东西还是会睡觉啊？骷髅应该就睡觉了吧？他在吃东西吗？对啊，他在吃东西啊。不要吃了，我都没得吃，连恐龙都在吃东西。他在吃东西耶，帮你加调味料，帮你加调味料。加油，加油！太小，我爆头啊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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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！哇哦！我帮你把那个补品吃掉了，我很棒。我中毒了。要不解毒？晕了，我晕了，我有，哎，我才刚上来，我又被撞下去。我打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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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帮你打晕，帮你打晕。哎，我喝了解毒剂，哦，解毒了，解毒了。哎，他人呢？底下，底下，在底下啊。嘿，集成，走喽，起鸟喽，嘿。我决定我还是骑着他、欸。我可以麻他吗？骑鸟喽！骑鸟喽，走喽！哎、欸，我打到你的盾。哎小，你问我怎么？你在拿东西。我怎么在那边收东西？没吃饭、欸。麻。麻。你叫怀念的猎人，你都不上来玩啊，猫、哎、咪。飞嘛！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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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麻了麻了，我还在上面，我还在上面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我还骑着，我还骑着。你骑太久了吧？因为我一直没有攻击他，我只是骑着而已。然后我体力快用完了哦，我也不会。感谢梦梦去定。好了，他倒了。啊！啊！插倒了，直接插死了，直接插死。我可以踩他的皮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嗯，一只独眼鸟打了半小时。哦，真棒！嗯，啊，这地图我们应该火龙还没去找哦，应该等一下这么去找个火龙打一下。刚刚没有看到，对，没看到、啊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在酱油打死他那个目标之前，要打死所有目标以外的种。哎、欸，灰之神哎、欸，你真的要吗？灰之神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就说他昨天就打一只烧鸟，打了三只大胸彩龙哦。哇！他就生了三次，又有在那边一直踩东西。哎呦！看到东西就想踩。那、啊、你们打了多久啊？我怎么他自己打？这整场哦。他整场就看我在那边踩东西，然后在那边迷路。我就昨天在看 DC 直播啊，啊，因为全部领取还会跳一个视窗，都叫你确认。嗯，是你总共领了哪些东西？要领就领啊，还要确认什么？对啊，多此一举。
回报奖金，对吼。我要死了！要下一个任务了。下位的调查任务先留着好了。承接跟你接吗？不是你。你打上位没吃饭真的是很爽。很危险吧？嗯。哦。是挺爽。我应该来趁他来打怪的时候来去采东西解任务好了。可以啊。解任务？怎么了？对啊，之前支线没解哦。不是支线，是那个委托清单。他不是可以设定六个任务吗？哦、对啊，就设定那几个，就采集，一直采集，一直采集。我接受任务了。好，可是你现在采集不都是上位的采集吗？他没有写在要采集哪个，他只在采矿脉中采集15次。是哦，可以。哎、欸，你要先跑剧情。他打勾啦。没有，你要先进去跑剧情啊，我们才能进去。进去哪里跑剧情？他自动跑剧情啊。他没跑啊。你要先进到场地里面，然后碰到剧情之后，我们才能够进去帮你。哦，他要我吃饭呢？为什么呀？是啊，任务要你吃饭，真好。他有金饭套呀。不是啦，那个是任务啦，叫你去收集材料啦。哦，那我还吃饭。你还是要吃饭啊。